好，我是张启正。Hello， 你们好，我是马嘉轩。那其实今天参与的这个心得呢，是非常的高兴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每年的圣诞节呢，我都可能会去逛街，然后可能就会去新加坡玩玩啊，一趟去旅行。可是今年的圣诞节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我会做一些慈善的活动，然后就是又可以呼吁大家多筹款，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就是2011年圣诞节对来讲都非常有意义，我就觉得这一次就身为这一次海运的宣传大使，就是一个算是特别的身份来参与这个慈善活动，我觉得2010年呢就对我们讲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圣诞节。Years old, Hugh Chung King. All right, 我哋小長金咧，今日都有嚟到我哋現場咧。咁我哋比起同我哋嘅全國嘅美麗嘅小聖誕美女一齊嚟到合照嘅。咁呢個時候我哋請台上嘅嘉賓嚟一齊啦，嚟我哋相機準備。Thank you, big round of applause once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那其实今天的慈善晚会呢，也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小长金。对，这一次的慈善活动就除了就是要捐给就是巴生儿童残障中医之外呢，因为这位小长金就是筹募他的手术费。我相信我们马来西亚的，不止马来西亚，就是只要是人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有爱心的去帮助别人，只不过不知道用什么方式，透过什么管道去帮助大家。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能可以去一下他们的残障中心，去了解一下情况之类的东西。幸福，所以做善事人都是最幸福的。对对，我觉得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年的2010年的圣诞节我们都过得非常有意义。对，就除了就是Golden Sun 就是 Steve Restaurant 就是提供这么好吃的菜肴之外呢，我们又可以就是做善事，就是一举两。对对，而且我们知道嘉轩除了歌唱的好，他也是一位歌唱老师，他也是一位我可以说他是我马来西亚的这个音乐才女。黑暗中是你的手，一步一步
发行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能够推出最新的专辑？因为已经两年了，我都没有推出专辑。这个东西啊，我觉得随缘了。我觉得就是音乐这条路很辛苦，但是却不寂寞。对，希望大家敬请期待啦。对，真的很快的。其实相信我，之后就轮到他了，请大家拭目以待。喜欢安心你请用颜色代替抛开自己的过去埋进一般的心情彩色不准备只是我发好事叫做爱乱的地狱多变才有趣打开世界来一场颜色 party 黄色是幸福的美丽黄色限制你随心所欲灰色做梦不理黑白不离蓝色爱鸟情绪是长壮有云粉红色色让你卡哇伊绿色让你期待的呼吸跳得独特色系守住自己就把红色留在路嘉轩应该是
我的部分呢、啊，我也希望，嘉轩的这个专辑呢，当然能够大卖，因为现在呢正在预购当中，然后听说反应非常的热烈，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马嘉轩。那我的部分呢，就是希望能够写更多的创作给海外的歌手唱，那也希望在音乐这条路上能够有很好的成绩。就是除了刚才讲专辑大卖了，希望今年可以就是2011年可以如愿的冲至海外，然后希望就是我们就是环东音乐的歌手都可以大红大紫。